我靠，竹取公主，这可以开耶！天哪！哇塞，这超级棒的耶，那也可以打开。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，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，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。那我们直接那个啊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中医诊所哈，来欢迎光临。而且我连那个医师的衣服我都做了，好。先可以看到一进门齁就有两只老虎齁，先我们还是要走一个这个风水路线齁，进门的时候还是要先把这个什么吸你的财，欸不是、啊、应该是说他这个对于在摆在门口左右边齁，就是先给你吓吓你，把你身上的病都吓走，然后我们这个采用的是这个高级竹制的音响，然后我们这个音乐呢就是做一些很疗愈放松的音乐，让你一进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哇好舒服哦，整个病痛都消失了。然后我们一进来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门煞，虽然我是乱讲的啦，但就是那种故意做的好像有那种风水的概念有没有，然后还做了一个什么矮屏风啊，然后你一定会要照着路口这样走进来。然后这里面呢就放了一些这个人体标本啦，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骷髅啊，看医生的时候不是很常会有这种标本吗？告诉你什么哪一个穴位什么东西之类出了什么问题，还摆了一只大乌龟。而且我发现钓乌龟啊，如果你钓乌龟的话，乌龟钓起来，你把它装饰起来，它是不会有盒子的，它就一只在那里。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诊床，就可以躺在上面，好好的来看诊，问个诊这样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炉灶，我们的炉灶呢，我们就分这种因为我有找到这种大炉灶，传统炉灶，然后它可以煮煮稀饭啊，或者熬熬中药啊这些东西，药材类的东西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熬汤的这个，就是那个什么五碗煎成八碗水之类的。对对对，还有职业证明，你发现了，这是我精心安排去找好久，终于通过，终于拿到那个中医师资格，然后我就把它挂在这里。哎，你看得很细耶。还有我们的古老电话，但不能打，因为是古董。而且我还放这种有带有这个中医气息的音乐。然后我们现在去的这个人家呢，他是一个摄影师，就是拍婚纱的那一种，拍很漂亮、很漂亮、很漂亮婚纱的那一种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现在直接就是切换角色哦。我们现在就是以设计师的角度实地采访这个摄影师，平常在他的居家环境是怎么安排的。好，各位乘客请注意，本班机达到树枝孤岛，就是500那首歌《秋季高叫》，它变秋季高道，应该是这样念吧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家里呢，看起来就像个市集一样，这个门口林立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树枝孤岛，那我们实地来看看，一进门呢就带有一个强烈的新春气息啊，两只纸老虎齁，是吓着不想让我入门的意思吗？ OK， 好，诶，朋友来了，朋友来接我们了。好，可以看到，不觉得一进来这里真的很像市集吗？你看还有这个五重塔，诶，我们先从这边介绍起，这个郁金香应该是吧，然后超级大的竹子，五重塔，石碑，比萨斜塔这样。哇，这看起来他也几乎是砸了超多时间在这里，咖啡任何相关的物品也都在这里。然后他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紧张，在打手机。我们先给他一个，先跟他打个招呼啊。我现在如果传说你上电视了，然后带大家逛一下这个地方哦。他还有篮球地球仪啊，他这里根本就很像是那种跳蚤市场的市集，有没有？这些地东西，我感觉他全部都有在卖。便宜出清的那种感觉，好赞的欸。OK， 小满，对他们叫小满影像，给大家看一下小满。欸，他现在打广告欸，我跟他讲，你现在是在给我打广告？现在是工商时间吗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他们叫小满影像啊。如果有一些需求的话，可以去找他们哦。然后再来看一下，他们有烟熏器，这其实也是一应俱全的，而且它是有种花的那种，哎，你看超多花的花圃，哎，就等一下我一定要拔个几只回去啊，哎，顺路抓个昆虫，这是乌鸦凤蝶，哇，好漂亮，赞，好美的啦，我靠，竹取公主，这可以开耶，天哪！
哇塞，这超级棒的耶！啊，那也可以打开，好扯哦，好可爱哦！哎，这我想要，可是这该不会都是非卖品吧？不好意思，打扰喽。啊，其实看起来超酷，它的那个壁纸我超喜欢，就是有一种玛雅那个叫什么玛雅文明的那种神秘感嘛，或是那种那什么那种古文明，但是却拥有超高科技的那种。火箭也很可爱，可以打开吗？哦，原来是这种感觉啊！哎，它有改过哎。刚刚有两朵，不能在花上面跑，会死，花会掉。刚刚有两朵死掉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好，我之后会注意，尽量在花上面跑的。哎，我要打球啊，为什么不能打球？慢走。我觉得这最好玩，就是跟朋友一直在那边耍北兰。好，我们再去看下一间房间。原来跑花花会死掉哦。那我下次要去跑别人家的花啊，这是他们家厨房吧？我刚说地炉非卖品就是他，就是他们家，超想要这个地炉。好赞，合适的感觉。不过那个洗手槽摆在那里，看起来蛮妙的。好，摄影师弹上瘾了。哎，他卡在这，我走不了哎。算了，我从这里走。哎，不行哎，靠！哦，好，他让路了。啊，这是他们家浴室，而且。它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开这个欸，就是会有那个蒸汽欸。欸，不是，他也有买那个神奇的壁纸或地砖，好酷哦。哦，不错欸。他是要上厕所吗？上厕所也是我上给大家看，来。啊，谢谢。不哦，摄影师的家，哎，还有一间呢，哎，但我记得他好像还没整理。妹说不能在花上面跑，但你看他把花摆这么满，我不在这上面跑，我去哪跑？真的假的？我再跑一次看花是不是真的会死掉？哎，真的哎，天哪！哦哦，超疗愈的，花死掉，哈哈哈。超坏心！哇，好赞啊！哎，我们再去下一个人家看看好不好？感谢小满影像，我们去下一站看看。感谢。订阅分享小铃铛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，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。